现在是下午的1:40，我现在位置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公园。今天是周末，放假休息，好多人在这个公园玩呢，也有很多人跳广场舞，还跳得挺不错的。特别是有两个美女，跳得非常的好，动作很到位。我也拍了一个视频，现在给大家看一下。